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ليتس جو بينك. ايجو روك.晚安晚安，九代晚安，好早吗？刚刚好吧。谢谢送我小雨滴。关于晚安，大家晚安，我的晚安，志宏晚安。少爷晚安，就晚安，很累吧？超级无敌累。小小晚安，今天晚安，春风晚安，佩君晚安，小小晚安。腿上的那个就是帮我按摩的，有一个东西。我腿真的今天酸到不行。哎呀，晚安晚安，大家晚安。线上公演好玩吗？还不错啦，表演辛苦了，谢谢呼呼猫晚安，熬夜赶作业的九代晚安，爱恒晚安，林哥晚安，静怡晚安，好可怕，等一下，哎呦，流感的发烧很棒吗？Thank you。想想都有路卡，没错。阳光晚安，变成谢谢你们晚安，早上晚安。对，可能大家现在听到“噗”的声音，不要太在意。ルカちゃん何をしてますか？直播。さっきまで寝てました。我刚刚一直在睡觉。小红线送小雨滴。对镜头的很啊，对镜头的那个啊，谢谢。谢谢，应该你们应该是今天的对不对？奶茶发作了吗？大家也不要喝大冰奶哟，不然肚子真的会痛。各位家晚安，我现在吃冰淇淋，我要补充我的糖分，我身体现在很缺糖分。打疫苗半夜2点才说，哦，真的好辛苦了，是因为副作用的关系吗？今天没有看到。现场观众带给我不开心的破处给现场的吧，耶！大家辛苦了，今天 MC 很棒吗？谢谢。所以蛮多人就是，但就是不是只有看 Daisy，就是好像看三场的人都很多。然后抽签的有公布吗？目前还没，是不是？第一次看公园，看到卢卡斯因为很感动，差点流泪啊！真的哦，对吼，在美国没办法，一定没办法看到。终于可以看到卢卡公园了，耶！卢卡也参加三场，对呀、啊，我是每次都参加三场哦，大家。对，可能有些人真的是第一次看过，我是每一场，因为是有前座的关系，前座每次都是日起生负责的，之后才会公布。好的，一凯晚安，卡斯基晚安，希望能抽到彩带。谢谢送我小鸡蹦蹦，我还是只有看 Daisy 哦，真的哦。这样我每一场都会看，多一点发挥空间。三场怪辛苦了，谢谢。我玩了50次都没有抽到路卡，真假的？为什么？好奇怪哦。我自己玩就会有我的。Steven 晚安。第一正式团的第一首，以前有，从4月开始被改掉了。第一首跟第二首我没有跳。李芳晚安，原来 Luca 今天有演出，我现在才知道，前座跟中间的 MC 我今天有参加。第一抽就中了，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卢卡今天超会掉的，谢谢。オンライン公演楽しかったです。やった、ありがとう、見てくれて。千夜晚安，比利熊晚安。可能卢卡 CSS 啊，原本要发现到，可是刷了半小时都刷不到，卢卡就放弃。40分之一的几率是不是？厨师晚安，整场都在看卢卡，我也玩的超级多，是只有一颗卢卡。哎，刚刚这没有打，我过来前一天就有点。原来辛苦了，博瀚晚安，早安宝贝，晚安宝贝，
那以前放衣服要很快，开心不输给现场。哎，我要开始吃了，不然真的会冷掉。不好意思，我尽量一个一个念留言。啊，完全没办法去。看公演，眼睛追着面，卢卡跟面面跑。抱歉，吃一直打不好，没关系，没关系。我看得懂就好。虽说线上镜头末之中结束，卢卡都在视野后面，只是礼服很明显。对呀、啊，我每一次都是啊，我就是塞衣服。谢谢吕猫。对，我这次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选上最后抽彩带的那个，前一天才知道哎、欸，然后前一天我就是我们四个人就是要背那个台词，超级紧张的，我们四个都很，我不知道其他人啊，我跟 Mina 都很紧张。对，真的是前一天才知道的，这是真的，嗯，用背的，对，那是用背的，不是大字报，真的不是。レモンの年頃からの本編大変、それね。我不敢去现场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会打 call， 不用不用哦，不用这个，如果真的不会就不用太紧张，对你开心就好。现场的油也很大吗？还好哎、欸，可是跑得太快。我原本说中间原本有一个念留言然后回答你们的问题的地方，可是好像都没办法，因为真的跑得太快。而且听说你们留言不是卡卡的吗？所以我看的时候几乎都是谁谁谁可爱，谁谁谁可爱，或是就是蔡雅恩变好，蔡雅恩变好，蔡雅恩变好。对，我一直看下面是因为那边是留言，对，看得到你们的留言。卢卡辛苦了，谢谢。留言刷很快呀、啊，对。不好意思，我先吃这个好了，不然真的会融掉。然后彩带上有我们 Daisy 组的但每个人的签名哦，嗯，虽然那时候只有四个人签，可是后面其他人已经啊，后面就是其他人后来就有全部都有签好，所以到时候你们拿到的签名的彩带不是只有我们四个人的签名，嗯，逆転王者様に合って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嗯，这个冰淇淋是彩排前一天买的。嗯，啊，一针没有，对，除了一针，其他人都有。我想说我公演结束后的直播，一定要吃冰淇淋，因为我那天想说，我今天一定会很累，一定想吃甜的东西，所以我先买。对，这是冰淇淋，真的很好吃。昨天只有出现一部分长度，对，没错，只是绑在后面。而且那个笔超难签名哦，笔是很粗的，然后，对，所以到时候你们也有可能看不出来那是我的签名。我没公演，天天吃冰淇淋，哎、欸。这次表演满意吗？嗯，我目前还没开那个。啊，谢谢重生的麦克风，谢谢谢卡的一封信。我目前还没看影片，嗯，因为我怕会影响今天的今天的 MC 今天的心情，嗯。
我怕我看了就很难过，所以我先没看，所以我不知道我表演的如何。谢谢柯江送的四叶草。怎么会难过？就是，表演很棒吗？真的吗？谢谢你。能用视角很棒，ありがとう。谢谢。对，我觉得今天的 MC，我跟玲玲呢，今天的 MC 比较放得开。前一天的真的太紧张了。谢谢杨雄的真情告白，一直想到游击，对，游击，因为有时候他明明在这边，可是他没有拍，所以我想说，到底要看哪边？真的不懂，因为也没有显示你现在他有在拍哟什么的，所以表演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要看哪里。でも三角きゅうりたくさん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ね。それ本当思うんだけどさ。ねえ、実際は。って感じなのよ。前座だからね。今天 MC 害我出去确认是不是买到吉本新喜劇的票。没办法，因为有肚子痛嘛，想说有肚子痛，我先想到的就是奶茶，早餐店奶茶，对。就只能变成搞笑一点的。彩排要说那个看哪里，毕竟不知道。有啊有啊，我们有被说基本上大头都是用那个，可是有时候会有游击，而且那个游击不是固定的会前过来前面，每次都不一样，就是看那个摄影先生呢、他靠近了我们就看一下，可是就算他靠近了，他也不一定会用到，懂吗？所以有时候我对他反塞，但是荧幕上你没有看到的，是别人的影片之类的 都有。前面的短剧很棒，肚子痛是好笑，可惜没看到今天的，没关系呀，下次有机会。而且听说不会亮灯，不会亮灯啊，就放在前面而已。对啊，看导播的情况，对对对，不是摄影先生他们决定要现在要放谁的，对，是导播那边决定的。普通の声と同じの全然違いますよ、本当に。やっぱね、ファンの人がいる方がいいです。そう、なんか踊ってる時はそれ、あれなんですけど、その、基本的に普通の声の時前見て踊るんですけど、今回カメラが3台あって、で、なんか途中で近づいてくるカメラと、アップで撮るカメラと、遠くで撮るカメラ3台あって、ね、そう、それの、今どれ使ってるんだろうっていうのが私たち踊ってる時わからないから、それはちょっと苦労しましたね。谢谢大家的礼物。不好意思、今天留言真的有点快。我慢慢看。如果真的有想被我看到的留言，可以再打一次。我吃完后会专心念那个留言。对，而且听说 Daisy 唱，明明现在唱歌的是中间的人，可是那个摄影机摄的就是隔壁的，没有唱歌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是觉得蛮可惜的，嗯。我自己还没看那个影片，所以不知道就是拍的如何。嗯，把里面还有一点点奶油，这个真的在吃好。嗯，对，现在有点看不太到留言，对不起。总共有三台，只能期待九月了。嗯，等我一下下哦。第二场什么？对不起，惨的留言，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念。按照自己的节奏，好的。对，我可能现在只能看到三分之一的留言，然后如果太长了，我可能就没办法看到。没关系，没关系，礼物很重要。谢谢可讲的背包，谢谢那个的背包。然后我刚刚吃冰淇淋，我先补个妆。小库拉昨天运镜跟前一天不太一样哦，真的哦，是怎么样的不一样？今天的比较好吗？还是？呀，可是其实游击不是我们的人呢，应该是 KKTX 那边的人，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谁这首歌谁是 Center。所以，然后谁是二号，谁是三号，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觉得，哦，觉得这个比较好，就拍那个人。然后有些歌就动的比较多，我们动的很多，他们也有机他游戏先生他们也不好移动嘛，所以可能他一开始在右边，但是他可能没办法。移到左边这样，对，今天的几乎都是 KKTX 那边的人比较多，是 KKTX 吗 ？KKTIX 吗？对呀、啊，摄影师不知道重点是什么，对，所以每次的发烧都是只有三分之一被我们看到。对呀、啊，我今天做了很多，其实我今天。啊，昨天啊，做很多饭食，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嗯，因为我的位置就是偏后面，嗯，我觉得后面的如果是第三排的中间，就比较没有机会，就是对，就是比较没有机会被拍到特写，侧边好像是比较有机会。谢谢送我抽抽泥，谢谢送我守护灵，一直在看卢卡，谢谢猎根带我去流浪，没看第三场觉得亏，第一排两端的成员应该是镜头最多，没错，这是真的。中间的话只能看穿镜，这些都拍这边跟 center 都。谢谢 Sega 送我搓搓泥。对呀、啊，第一排中间我就不知道了。嗯，谢谢 Kuja 送我搓搓泥。如果这边有好多镜头超级棒，真假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知道摄影先生在侧边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拍。想说他没有在拍，然后我看左边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看，因为有些动作还是就是要看前面做，嗯，尤其是逆转的王子殿下，我们不是麦架吗？如果是手拿的话，可以就是看到镜头，可以就是互动，可是逆转的王子殿下他就只能这样，基本上还是要好好的唱歌，嗯，听得懂歌词，真的吗？有没有人破音？
我先跟你们说，破音的绝对不是我，因为我唱歌不会破音。声音是真的不错，感觉比现场好，真的、哦。逆转丸子差田应该都是有在拍，只是看导演键盘，是真的会被收，是比平常明显吗？我确定这次逆转丸子是指我开心，有怪怪的音哦。特写机加在 C 位八号，你们右手边第二个位置，左右的位置吗？不是正中间，正中间是远近。就是对我们来说，对右手边第二个差不多那个位置，对。可是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八号。如果跳的真的好，感觉最适合 center。谢谢 Joe。看导播的头是实体太阳，而且会有成员的麦收音特别好哦。不过我还是希望下次 KKTX 来上个歌词。歌词哦，嗯，我也不知道哎，嗯，希望有，但有的话感觉比较好。可是那个很，那不是很麻烦啊？不是，听说很麻烦，一个一根。对啊，跨年等级了，这次直播比想象中好，九月也会买线上来看的。谢谢你们。可是我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现场表演。嗯，你们在后台的时候会看到聊天室留言吗？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姫みたいな声ができた。姫みたいな声。可是目前可能会很难办现场活动。嗯，等一下，感受度不好。对呀、啊。我真的很难，就是跳舞的时候，就是看左边，看一边，现在看右边，然后突然看左边的那种临场反应，那个也真的要训练一下。嗯，而且听说我们的妆啊什么的都被拍的超级清楚，很丢脸哎，害羞。现场显示器的画面吗？嗯，应该没有吧。我要穿很少，我都穿很少。我唱的时候，我是真的唱火流穿很少，嗯，穿的很少。卢卡娃真的很清楚，我好连痘痘都很清楚，不行啊！还好我没有痘痘，还好我没有长痘痘。对，真的。可是卢卡讲故事的临场反应很好，对，可是我们还是有不是全部都是台上想的，懂吗？就是大概有大概的那个故事，然后有些单字是本来就知道，有些单字是真的当场才知道，就是大概会先想一下，如果他可能讲这种话，那就改成老公视角啊什么的。就是出门前跟老公互动的那种，对，我都想一下。如果有一点点，有些成员快找不到了。嗯，我们彩排的时候啊，原本是可以到第一排，跳的时候可以到第一排，可是后来说因为灯光的关系，第一排改成第二排，对，而且是蛮突然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有点慌张，他说。啊，好紧张，好紧张，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会有柱子 gank。今天是生日 T， 我前几天在家里穿，真的吗？我今天是穿这件出门的，哪会找不到？嗯，老公是有感觉会是被骂，就是出门前，哎，你今天有带什么吗？什么的？就是如果有人，假如有人说鞋子水平，是，就是说。哎，老公，哎，你等一下要去上班对不对？你鞋子哦，我先帮你绑鞋子，或是哎，你水壶带了吗之类的，就是还是有先自己有先想一下哪一种故事比较适合就对了。对，谢谢送我好忧伤，嗯。只是。这种
算是演戏演戏吗？算就是这种撒算是撒娇的 MC，我比较擅长就对了。对，出题不要是对阿姨的时候我也很紧张，还好是睡觉就还好，就是对。对，哎，你看起来没有睡觉的样子，这样。感觉老公出门前会想看肚子，头一次享受特 A 牌，但又没压力的经历很不错。卢卡的房子都是给我的，你的新带的吗？好像放在我这里。老公，联络不签了吗？上学要迟到哦。今天游戏到底是什么？好想看，就是我们做男友视角的戏剧，可是那个戏剧是单临场反应，就是我们有四个人，其他三个人提一个单字。我的话，睡觉作业，还有一个是什么？睡觉作业啊，肚子痛。对，睡觉作业肚子痛。然后就是用这三个单字自己想演戏，然后就是演男优视角。谢谢可江送我一封信，谢谢小鱼送我告白气球，谢谢大家。一首，いるかいかいかのも覚えた。あ、キャッチフレーズ覚えてくれたんだ。ありがとう。今天表演我只记得那段，真的吗？男友视角有些人变成路人视角了，迷路啊。没有，后来阿丽不是说，哦，真的，原来是你，对，也就是。他可能想表达，哦，就是他告诉外国人路，然后就是跌倒嘛，跌倒之后发现，原来是宝贝是你，就是跟宝贝，你想我在想什么？跟自己的男朋友撞到，然后被男朋友误会，刚刚的男生是谁？这样。我其实，在期待自我介绍的时候会有手语，很难呢、欸。いるかいかいかみや，我忘记了みやたるか。今天 MC 主题总会有一个特别好笑的。那傻哭的主今天的 MC 好像都还不错，都不错的样子。卢卡太犯规，谢谢。名字超难比，对呀。台下粉丝要比什么？有点忘记，不用了，不用比了。你们都拿一元棒或是伞嘛，可能就比较，就是用很大声的喊“米亚塔鲁卡”就好。所以多做几次，就大家都会了。我连自己都不太会，米亚米亚米亚塔，对，米亚塔。先练性吧。英组的 MC 主题比较有这方面，可以展现出成员的可爱了解。可是真的蛮尴尬的，平常就有你们的哦，或是呼呼之类的，都没有，所以我就是只能靠我们自己喊哇哇哦之类的。对呀。还是有你们在你们面前聊天比较好，比较顺。你一个日文名字怎么念吗？ミヤタルカ。ミヤタルカ。ミヤタ是我的姓，ルカ是刘江。下次开放粉丝录音啊，我想喊天不辣。可是最近大家都喊大胸膛。对，现在的话喊大胸膛的人比较多嘛，想念我们喊爆卢卡的歌声吗？对呀，没错，没错，我们都有在聊天室回复，对我们就看不到，因为我没有买票。可是卡妹的朋友有一个是 TP 的粉丝，就是他还截图然后传给卡妹说，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动的，有在动的你姐姐，
愛しよう。ビンさん、久しぶりです。缺裤类现场一定很棒。卡妹没有买呀、啊，有在动，就是他可能以前，因为那个卡妹的朋友不是我的粉丝啊，他好像是西雅前面的粉丝，然后他就只有原本就只有看过 IG 上的我，对，对，有在。动的，但表示他也没有看过我捷运直谈，也没看过我的直播。会动的姐姐 ，IG 也有影片啊。哦，那表示那可能他没有在关注我的 IG 吧。卡妹没有推广一下姐姐吗？以她的个性来说，应该不会。卡妹没看到小剧场，那都不知道有什么反应。对，原来我姐姐会动哦。谢谢大家来看《仙山公园》，好可怕，我都不敢看。昨天的影片，我怕真的会很难过。就是哦，我怎么可以这么丑啊？什么？为什么我们没看镜头啊？之类的，我怕很多地方我会啊。卡妹怎么可能？我的姐姐说我现在超级可爱的，她怎么可能会讲这种话呢？啊，谢谢你们！肌肤有点黑，对，听说，就是我看卡妹朋友截图的我的照片，刚好是 MC 那时候，对，然后还看到那个下面有很多卢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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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我在讲，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对，看小时候皮肤怎么这么黑。第一次现场很棒，谢谢。但我还是很可怕。可能没有截图抓到检举他，哈哈哈。但有人不是说截图之后那个画面不是变黑色吗？结果完全没有，然后还被泼到什么其他网站。你知道我妈今天早上跟我说，我今天在看 YouTube 的时候，突然有看到你跟其他实习生一起唱歌的。影片，他说那是什么时候？我说那是昨天的。大侠，到底是谁抛的？可恶哎！那明明就是那个我们前座的，对，他还说有看到我跟思雅前面就是一起的那个彩带。哦，真的，今天早上出门前他告诉我这件事，想说连卡妈都看到，哇！对呀、啊，所以我很讨厌呢、啊。所以，到底是谁呢？啊，这样完全没有意义啊！对呀、啊，就是大家都付500块来看我们的现场公演，既然免费就可以看到了。哎呦，对，快去，大家快去检举。对，卡吗？卡吗说。忘记了，他好像没有什么说什么感想。他说他只是问我那是什么时候的影片，我说那是昨天的。哎呦，到底是谁发的？这种不叫分享，这种对，对呀、啊，这种的不叫分享，这种是盗版，偷来。其实看 live 差很多，跟看录播完全不一样，真的哦。看一阵子就不见了，有付费的 YT 版权赚很快。那个呢？B 开头的那个网站呢？那个也可以检举吗 ？B 开头的网站。哦哟，对呀、啊，我相信你们都有买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卡妈问：“我那个大丈夫？”OK，大丈夫です。那个检举口饭没什么用，不知道应该可以吧？B 开头的比较难。
坚决也没有用。哦，好讨厌哦！可看到很可爱的卢卡，终于看到公演的卢卡很棒，谢谢，ありがとう。下次公演是两个礼拜后，怎么觉得有点赶？好赶哦，那边版权也太……哦，对呀、啊，可能只能官方去要求了吧，但几率很低。2个礼拜很快，对呀、啊，好可怕哦！还有，我这次应该没有，我应该没有大跳错吧？我也不敢看，对，应该是没有，你们绝对不会忘记。9月的一样是线上，没错，嗯，没有跳错的，我觉得没有，希望没有。有可能会有站不稳的问题啊什么的，因为其他成员出包比较严重，真的吗？对，还好，我自己是想不到，特别想到哦，哪里跳错什么的，镜头有拍到部分没有明显的错误，就是可能顶多侧拍，明明在拍我，可是我看别的地方之类的，是不是？跳错你也看不到，我只看到你的 wink。谢谢。对，我彩排的时候逆转的王子殿下大跳错，对，就是看到那个游击啊，然后我就互动了，结果下一秒变成远景，然后想说，哎，下一个动作是什么？然后就我自己一个人跳错，所以我就这次很害怕，想说，哦，如果真的公演当天也错了这种。错误怎么办？但还好没有，对，只有看到可爱的卢卡而已。谢谢。还好卢卡没有带一因其他都赚到时间，我应该不会代位。对，就算公司就是问我，我一定不会说 OK， 绝对不会。不会啊，跳错继续跳就好。对呀、啊。嗯，但还是会很紧张嘛，懂吗？对，有时候可能就是刚我跳错，刚好没有拍到我就 OK。可是如果我跳错的时候，就刚好是我的特写，就觉得很可怕。我用我的甜圈滤镜，怎么看都是完美，谢谢。对，我一直盯着好像也不太好，是这是没错，这是真的。你都已经三场参与了，再待就会爆。对呀、啊，那一爆一定的。要怎么事先知道入口有哪几场出场，这是不能讲的。可是我基本上前座每一场都会参加，只是有没有 MC 就会，通常我只会参加一场的 MC。可是阿丽比较辛苦，她 MC 二，三场都参加，对。很可怜哎、欸，阿里 Daisy 的 MC 二，对啊，不要 Flower 的 MC 二，阿里真的很可怜，对，对，真的辛苦他了，对，我是全场女孩，嗯，对，连 Daisy 组的 MC 我都觉得好紧张。说实话，别组的我也没有很想参加，但是你们开心最重要。对啊，不知道为什么阿丽有三场 MG， 很新，也有可能是因为之前他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 reset 公演，所以就是给他多一点曝光的机遇。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受不了。对，这两天非常的幸福。我是三零三脚下 reset 全场的小女孩，可是局主还是你的前座小慧呢？因为现在果果变成我的位置，所以我就被改掉，我就被改掉前座。对，那也可能是公司给我一点点机会吧，想说全部都被我换掉。原本是因为
我要跳第一首的前奏的关系，小黑那时候刚好有什么，刚好比较忙的样子，所以我变成前奏。然后刚好果果那时候没事，所以说那就留家前奏完，就是好好的慢慢的换衣服，给果果跳舞。对，所以我之后可能就真的，可能不会跳第一首跟第二首。可是我想说，这样 Bill Flower 组的前奏可以给小慧唱啊。我 Bill Flower 组这次没有 MC， 我真的唱完前奏就没事了。如果是变成小慧的话，她也可以参，她也很会聊天啊，她也可以参加 MC， 然后我也可以早点回家，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对啊，这样就跟玲玲一样嘛，对，就参加两场。对呀，这样比较好啊，不懂哎。但而且也有汪汪也可以参加，可是他应该还没学好柠檬的年纪。对，你少一场钱，没有啊，就前座啊，前座参加一场，应该没有什么钱吧。你也很会在 MC 做效果吗？真谢谢你。我也觉得大家都参加两场好，三场好多。对呀、啊，不觉得吗？觉得吗？这样真的很浪费我们时间。我跟你们说，我昨天晚上12点半才到家、欸，12点半哦。我差点，还有我有搭到那个客运的末班车，就是假日。的客运的班次真的超少，1个小时一个班。然后我到公车站的时候，好像前一班已经走掉了。然后我在那边等了快1个小时，我真的超傻眼啊！我都很想哭哎，想说我明天还有音组的公演，这样我到家12点半还要洗澡，可能一点半才可以好好的睡觉，然后隔天要去早上七点前的。7点前要起床呢，好累哦。对呀、啊，我坐了那么远，那就给，其实还有很多人嘛，给他们机会也 OK 啊。这应该很多人会想去带。不能提早走到前座，不行啊！我跟你们说，明明是线上公演，现场还是有粉丝哎，我真的超级傻眼。就是公司的姐姐说，也就是不能挥手什么的，对，绝对不行。谢谢少老忧伤，我也很傻眼，还拍我们。那你应该，如果是对啊，当场粉丝都在场嘛，就是先到拍我，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可是现在是疫情期间嘛，都说线上公演，为什么还要到现场？而且我们也没有先说我们在物美剧场表演，对不对？不用羡慕，这种真的不用羡慕。对，我自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有人？对呀、啊，这时候去真的，我自己觉得。我是觉得很奇怪，有吗？有说本家 FB 有讲出来，日本那边有说，哦，了解，好吧，了解。所以 TP 原本就没有特别说我们在哪里表演，好吧，那个就这个就没办法，对。算了，那对，事先知道就只能这样了。对呀、啊，我相信大家都在家里乖乖看表演，我们的表演，这样才是乖乖的粉丝，我很喜欢你们。对呀、啊，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嘛，都改成线上公演了，不过想一下，大概知道是物美。
你们家太远了。对呀，你们都是乖宝宝，对。连台北都没有去，对，可是现在真的，光客运啊、高铁啊、班次全部都变超少。你们，外县市的人真的还是乖乖在家里看公演比较好，真的。我都乖乖待在家，棒棒，乖宝宝加一，棒棒。真的喜欢你们，很喜欢你们。如果没考虑。借住别人家吗？我会，嗯的，我会，如果我睡别人家，我会有压力，睡不，应该是睡不着，对。开眼前吃麦差佬到拼图诶，我的天，卢卡不太会做这种事，我是不太会，不是害羞，我会认床，对。而且别人家的冷气都开很强，我肠胃比较不好，我肚子真的会痛。安安在台北家，好像妮妮住，昨天是好像是妮妮住的样子，对，像毕业旅行一样吗？对呀，不习惯没有碰墙的地方，没有，才没有。那可以住我家。难怪喝奶茶会，宿舍组的旺旺吧，还是不要打扰他们比较好。对啊，他们也要休，他们要休息呀、啊。早餐店表示很讨厌卢卡。他们两个小孩昨天聊天聊到12点，哇，我是12点半才到家。不行啊，我这种老人家要早点睡觉，不然明天真的没有什么精神。卢卡家的床是什么牌子？我现在满意。不要这样，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味道，家里的味道。我家床现在的床蛮硬的，我不喜欢太硬的，不然会背会痛痛的。明明就18岁。这里是18岁，对，心态是18岁，可是还是会累呀、啊，对呀、啊，彩排，前一天也有工作啊，然后隔天也是早上7点睡觉啊，然后晚上12点半才到家，然后可能1点多才睡觉，然后隔天是早上7点起床，然后我今天到家差不多是6、7点。好像是6点半还是7点，有点忘记了。对，然后我吃完晚餐就直接睡觉，然后就是设闹钟。哦，我等一下要开机，补个妆，然后现在跟你们聊天。每个人家里味道不一样，有些真的不能接受。对，我也是，没错。我是味道，还有我会在意味道跟冷气。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别人家的冷气都开得很强。我平常都开26到28，我25以上真的会身体会不舒服的那种。好远哦！我没开冷气啊，哦，真的吗？开电风扇是不是？我房间都有甜甜圈的味道，很甜的，不错哦。那外面的人气你觉得呢？超冷，听说这次今天开了10度，很冷，可是还可跳舞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可能是因为没有粉丝的关系吧。今天啊，那昨天我跳完，刘海好像没有，有流汗，但是没有流到那么很夸张，很夸张。对，昨天比较凉。然后今天我们就只有前座跟 MC 嘛，就是没有动到身体，所以会觉得很冷。你们还记得11月的升学证吗？去年11月的，还是10月？应该是11月，对，居家风。物 美，我们在物美表演的时候，公司姐姐大家都会在11月的时候的那个外套。
我们都会穿那个外套。嗯，对对，不是暖桌的那个，就是很厚很厚的外套。我今天也穿那件呢。他说：“哦，后台太冷了，姐姐可以借我那个外套吗？”嗯，对，我就穿那件。对，好哩，没错没错，鱼字可能鱼字，那个那么多件，只有三件，对，真的很冷，真的很冷。然后我平常如果那个外套被别人借走的话，我先穿柠檬的那个衣服，其实上衣是长袖，所以觉得还好，可是下面是短裙嘛，所以我平常有公演的时候都会穿长裤，黑色长裤，对，就是那个红色的格子裙子，下面穿长裤，很像高中，日本的乡下高中生。抢了200个粉丝，跟你们抢人气，对，这画面对呀，所以你们可以注意一下我有公演的时候，其中一天我一定会穿黑色长裤，就是这件，这件很温暖，嗯，对，真的，因为真的很冷呢。啊，我还没打疫苗。下一次去现场再注意。对，其实可以不用太注意我们的衣服了。公演专用裤，对。而且在后台，如果穿牛仔裤啊，会觉得很不舒服。嗯，我还想说，你怎么都穿长裤？因为，对，原来是因为冷。没错，可是彩排的时候会很冷，不是很热，所以通常我长裤里面又穿一件真理裤，对，然后彩排的时候就是脱掉长裤，然后跳一跳，然后跳完之后就换回来衣服嘛，然后如果下一场也有前座的话，我就继续穿那件长裤。自己的公演服是放公司吗？不是，平常都在公司，可是姐姐们就是带过来舞美，对，而且那个公演服不是自己的，我们台下坐很近就不会冷了哦，真的哦，你们都不会冷，所以你们真的不会冷吗？如果能在实体公演，要再看看冷气是不是真的变冷了。对，可以开到10度诶，真的很厉害。彩排不开冷气吗？会啊，可是我们会跳舞，会跳舞就会一定会很热。对，只是如果真的太热的话，流得很夸张。但是冷气开够强的话，就会顶多这边湿湿而已。对，我比较会流汗的人。嗯。所以，如果我跳完前面两首，几乎都没有流汗，表示人气开得很强。嗯，肥仔身上都是热气，冰箱也才8度哦。原来之前我买冷气坏掉，那次快热死，辛苦了。对，我还记得有一场是冷气坏掉。公演服应该都是定制的，没错，从日本那边。几乎都是日本那边做的公演服，嗯，对，UNIQ 好像确定就是公演，从日本那边定制的，可是其他衣服我就不确定，嗯，对，可是都是定制的，没错。冷气坏了，那是热爆了吧？我也忘记什么时候坏掉，跟我讲一下。UNIQ 的衣服比较有特色，对，我也觉得很喜欢 UNIQ 的衣服，UNIQ 的衣服很可爱。今天是什么呢？我今天是生鱼片，
啊，还是你说中午的便当吗？中午的便当，我今天大家都是吃排骨便当。暖气坏掉那一次，应援伞发挥了另一种主要功能。只有我喜欢星空的衣服吗？哦，那个我也很喜欢，星空的衣服也很可爱。可是那个穿的时候比较麻烦，因为要穿两件。因为你选成员身高差这么多，都穿同一件吗？我们有分开。谢谢德选送告白气球，我们会分 S 号、M 号、L 号。对，我之前逆转王子殿下穿 L 号的衣服，因为 S 号是四亚前辈要穿，所以超级大件，然后裙子也是有点长。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跳舞前都别别针。对。其实穿大件衣服是还好，因为可以别针。可是比较辛苦的是，就是身高比较高的成员。我觉得逆转王子殿下跟希腊沙发衣服很美。对，我也觉得，我很喜欢逆转王子殿下的那个裙子。果果抱怨过，裙子都快变短裙，好好笑哦。给果果穿的那个，为了明天而接吻。好像是小迪前辈的，哎，是吗？我有点忘记了是谁的款。所以同一 size 的成员要尽量避免跳同一，不一定。可是我们之前要选 unit 区前面，我们有试衣服，如果真的穿不下衣服，可能就被改掉。对，可是我就没有换了，我就没有换歌，对。然后后来思雅前辈变成妮妮了，然后妮妮比我高嘛，所以后来妮妮穿比较大号的，然后我就穿小号的，杰星的结尾就变长裙，啊 对，那个新端的沙发那三件都是给身高比较高的人穿的，所以杰星前辈一开始。穿那个新端的沙发那件衣服的时候超级松，对，所以全身都是别的那个别针，对，就是因为那时候试衣服的时候发现，那两件，哦，我先跟你们说，UNI 取的衣服是 center 是固定的，然后其他两个人的话可以互换。谢谢柯江送我车车呢。所以迪卡，哎，那时候迪卡跟杰星，他们两个要唱新端的沙发，新端的沙发嘛。对，后来他们两个交换衣服了。对，衣服可以大不能小，没错，没错。杰星学了148，哎，可是他不是说他有150吗？对，他这次女赛公演的时候，他说他有长高，今天雨林穿起来也蛮大件哦，那件嘛，对，哦，雨林前面好像有变瘦的样子，对，我今天在后台都看到姐姐一直都在帮他修改衣服，148.5，我不知道哎，你我是看不出来他有150。那 Luka 也能穿160，没那么高啦。我推头像都刚好150左右而已，真的哦。对啊，我也158了，158了耶，应该吧？看不出来有150，原来在后台还能紧急修改衣服，就是别针呢、啊。对，有时候别针，然后有时候，对，基本上都是别针。如果果然是还在发育的小女孩，148.5跟149.5的分别，哦，应该不会再发育了。果果还小美，果果啊，也只能这样了。杰现在的150吗？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呀、啊。啊，对，
然后那个，我昨天在后台听一家前辈跟安还有熊妹前辈他们三个人的 MC。熊妹前辈是高雄出生的吗？十八还在发育正常。一五八应该是最可爱又适合的身高，谢谢。十八左右还是有机会发育，所以对，想说啊、哦，原来熊妹前辈的熊妹是因为高雄妹，所以才叫熊妹。我还以为她很喜欢熊熊啊什么的，我昨天才知道，熊妹现在控场，baby 长大。很高的熊高雄出现很正常，我以为是这样。对呀、啊，熊妹，我现在才知道，是这样吗？我想说，我后台想说，诶，熊妹前面是高雄哦，高雄出生哦，所以是高雄妹哦。诶，是不是熊妹前面的熊妹是高雄妹的熊妹？你们大家可以问问他吗？可以问他吗？有可能是这样的理由，还是他是喜欢熊吗？问问看，这是我猜的，我猜的。对，如果不是的话，对啊，对不起，也有可能我自己乱猜。不是的话，很失利哦。嗯，不要这样，因为我大学有一个学妹，她叫高。学妹的那个绰号叫高雄妹，就是很正，就是蛮正的熊妹，也不是蛮正的学妹，她的绰号叫高雄妹。对，原来是猜的，对不起。大家问问看，下次开播的时候问她，熊妹是不是因为是你是高雄来的妹子，所以叫高雄妹？什么可以介绍一下？她有男朋友啊？我刚刚还差点，我圈内的朋友说，原来不是真的。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啊，我是高雄，我是高雄来的高雄妹，熊妹。谢谢大家的，哎，不是，这是系统送的红包。大家晚安。高雄妹，没有老公都还可以。你还帮熊妹想自荐入卡人真好。但高雄妹不是最会那的了？马上点吗？一般最有那种台湾辣妹的那种感觉。台北妹很奇怪，新北妹很奇怪。可是高雄妹就突然有一种，哎，是不是辣妹的那种感觉？对呀，不觉得吗？垦丁妹子，高雄妹，哎 不会吗？嘉义妹，那卢卡就是卡妹喽。东京妹。冬季妹感觉也就是有一种辣妹的感觉，可在垦丁妹很台，辣台妹辣台妹，因为是小妹刚出生的时候像泰迪熊，所以才叫熊妹的。哦，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高雄妹的熊妹比较好听啊，就是有台湾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可想太多了，好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学妹就长得很好看，身材又很好，所以我才会有那种印象，对高雄妹有那种印象，影响，对。日本的话不是分什么涩谷妹，对，没错没错，涩谷妹，也是小时候的绰号，好吧，好哦，
我学到了，那就真的刚刚好哎，长得很像熊，然后又是从高雄来的，高雄妹，高雄妹，还有什么基隆妹，感觉不错，基隆妹，嗯。熊有点刚，熊比较可爱啊。好，那我就是滑山下之丘，要么比呢？高雄妹感觉很热情，龙妹可能没那么好听，听起来不怎么样。好吧，那我可能就我自己想的跟你们不一样。龙妹，基隆妹，小龙女比较好听。小龙女，高雄妹听起来怪怪的，真的吗？好吧。对呀，山梨妹感觉不错，樱花妹，日本妹，山梨妹感觉就是有一种乡下的感觉，不好吧？如果礼拜五变九点哦，因为有生日会的关系啊。我原本是8:30开播，然后今天临时改。不行，有生日会那就不行，不能赚到。对，京都妹感觉就有气质。对，京都妹，好羡慕哦。富士山妹啊，真的怎么听起来有一种乡下的感觉？冲绳妹就有一种很阳光的感觉，冲绳妹，嗯，很好听。龙妹什么？龙妹不要好吧？我没有说龙妹啊，你们自己讲的哦。阿里山的姑娘，对，我是富士山的姑娘。青森妹感觉不错，对，会想到苹果。北海道妹好难听哦，有一点长。北海妹，卢卡是乡下妹，对不起，我不是都市妹。I'm not city girl. I'm 我的是伊那卡，我是乡下妹。卢卡林九州妹，我不太认识九州的女生。嗯，我的朋友几乎都是关西，或是关东。洛梨妹，那台妹，那台妹，美玲前面是九州啊，可是，她比较像福冈妹的那种感觉。富士山的姑娘美如水。仙台妹，冲绳妹感觉皮肤很黑，对啊，就是有阳光，然后眼睛很大，鼻子很，就是很，脸很立体的那种感觉。冲绳妹，里山妹，对，我是富士山来的姑娘。大家好，我是来自富士山的小姑娘，恭喜连心。怎么改成富士山、啊？我是从富士山脚来的，谢谢大家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那个。冲绳人的特质都是浓眉大眼吗？就是，对耶，就是脸立体的人比较多，有一点像台湾的原住民的那种感觉，冲绳的特质不是黑，对，就是因为有阳光嘛，对，阳光少女，对，五官很深，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人真的蛮多，对，台湾有差别吗？
北部的妹妹跟北部的辣妹跟南部的辣妹有差吗？现在有阳光红包，对呀、啊，谢谢冲绳送我心路历程。山里女生的特色，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欸、我没有，因为我认识的山里县的朋友都是幼稚园的时候认识的。我目前附近，我附近的山里县的妹子就只有我妈。什么口音有点差？那是因为方言的关系。对呀、啊，就是。比起东京人，就是想法可能就是乡下一点，然后讲话就可能有点直，对。卡妹也不算是啊，卡妹根本现在根本是台妹，卡妹是外表像日本人的台妹，就跟我差不多啊，而且她国小国中也是读台湾的学校，嗯。你环境真的会，环境真的会，真的会有影响。嗯，因为我是国小国中读日本的学校，所以，日侨学校，所以就是有受到日本的教育。嗯，所以可能我的想法、啊、可能比较偏日本那边。之前日本学者在研究从台湾划船到冲绳山梨县的朋友小朋友哦，告诉你们这边超红的cheek 后边嘴边肉吗？这叫什么？脸颊，脸颊超红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乡下女生，乡下的女生这边都很红，是因为太冷的关系吗？偏日本的话，有没有觉得台湾人想法是很怪的？也不会很怪呀、啊，不习惯而已，一开始不习惯而已。对，苹果肌，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真，也不是晒太阳，不是晒太阳，太冷吹冷风，对对对，对，是因为很冷。然后就是日本乡下的孩子，你们看。以前的日本动漫算是动画吗？就知道了。想说为什么从乡下来的女生这边都是红红的？谢谢苹果送的香槟。如果跟韩美有文化差异吗？差蛮多的哦。嗯，对，差蛮多的。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没有受到日本教育的关系，这个我就不知道。北韩人也有天然苹果肌，对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对，我不知道是长大之后会变成白白的，这个我就不知道。可是很多小孩子都是有苹果肌，而且是很红很红的那种。对，应该是太冷。应该是要保养才会好，对，对对对对，蒙古人也有那种，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一开始从香港去山梨县那时候，发现我的朋友为什么都有苹果肌，原来是皮肤比较薄的关系，了解，有可能，对。天然苹果肌是蛮可爱的，可是如果是东京的在东京长大的幼稚园的女生，说不定没有那个东西。もう田舎ペタションみたいなね、ほっぺただったみんな、可愛かったけど。对不起。如果有觉得自己没有会怪怪的吗？多多少少有吧，一定有啊！我相信日本人会觉得我很怪，台湾人也会觉得我很怪。米悠晚安，礼拜六看得很开心，谢谢你。
好，我喝个水好了。捷运入口很怪，但没办法，因为我两边的两个台湾这边的教育环，台湾的环境，日本的环境，我两个都有接触到。突然发现，卢卡觉得卡梅基车会不会就是比较台的个性？还好吧，那是卡妹呀、啊，不是因为她是受到台湾的教育，所以才会变成那样，应该不是吧？对呀、啊，对呀、啊。哎，皮蛋罗山晚安，卢卡真的很适合逆转王子这首，谢谢你，我已经跳了很多次这首歌。还是其实是因为甜甜圈很乖，没有，才没有嘞！你们都乖乖的。我今天在现场没有看到甜甜圈，很棒。对，我都认得出来哟、哦。伴随我像一起怪的，可是不要让别人讨厌的怪怪的话，我觉得可以。但我觉得受台湾教育会变得怪怪，蛮正常。真的吗？公演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よ。ありがとう。やったー。ありがとう。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你看那个猫的网页，点猫的网页，什么是点猫的网页？甜甜圈都在家里怪怪的，什么意思？表情管理100分，谢谢。人家在玩 Podcast，我们在玩 Popcast，什么意思？对，大家真的乖乖待在家里。無茶ぶりの MC もやりきってて素晴らしかった。あ、最後の見てくれたの、あ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希望之后也有线上公演就可以再看我。对，下下礼拜也有。不过鹿凯这次公演什么，好像没有马友梅林用日文介绍，是不是有点可惜？还好哎，因为想说看。想说来看我们的，那天不是有白兼美刘前辈的毕业公演吗？我们有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讲日文比较好？可是他说日本人都在看那个白兼前辈的毕业公演了，不会来看。而且来看我们的公演的人，一定中文一定会听得懂的。等一起好了之后，甜甜圈再尬车车。好像要掉，对不对？被这样说，好像哦，好吧。对呀、啊，谢谢你们优先看 TP 的公演，谢谢你们。今天我没有再看到天竺鼠车车到处跑，没有，真的没看到。没有，太郎有看，太郎是看我们的哦，他不是看别人的公演。还是想中枪，我不知道哎。猜我台都急了，怎么那么厉害？都没有赚吗？我再给大家看我的阿比。对啊，太阳很棒。なんかその日、なんか白間ミル先輩の卒業コンサートがあった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ど、なんか ちょっと日本のお客、方も見てくれてるかなーって思ったんだけど、まあ大体が白間みる先輩の見てるからいっかと思って。 日本語確かそんな喋らなかった気がする、リセット公演。まあでも多分中国語みんなわかるしいいかなっていう。 他们一整串所以没重复。哦，可以这样哦，这么厉害，蛮想看 Luka 跳奇迹哦，之后可能会有机会。对。 奇迹蛮好看，对，那舞蹈蛮帅，想买的时候就没货了。我也有，我只有一台巧克力，蛮多人，对，蛮多人拿到巧克力。谢谢德全送我大煤气球，比较想看 Luka 的跳沙发。我沙发舞蹈没兴趣，可是他的那首歌，唱歌比较有兴趣。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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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之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换 Unit。谢谢曹射手剪刀，制服跟洗衣都想看。对，我不知道公司会不会选我，但是如果我真的被选到的话，我会加油。对，制服蛮多成员会想跳的。Luca 如果跳制服会有卡妹的感觉吗？不知道哎，可是我跳制服适合吗？我感觉比较像那个乡下女孩的那种感觉。还是当乖乖的偶像就好。制服舞蹈很帅哦，对，没错。有超多饮料可以喝，下次见面可能会变成时代。对哦，那个是要买饮料才可以加购，对不对 ？Popping 感觉很重哦，对。你脸没有红红的，不像，好吧？奇迹在那边甩帽子，我是乡下戏偶像，感觉好难听哦。絶対私シティガールじゃない、絶対違う。シティガールよりは絶対田舎ガールだと思う。老师说不适合胸部写，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只是不适合我的个性就对了。对，表演跟那是不一样，可是对呀，粉丝感觉，我想说我的粉丝感觉就是，那的，比较喜欢哪一种？女优跟白琴都是我最喜欢的全员曲，结果都被官方放出来，恭喜恭喜！那两首都很可爱。如果都认识卡妹多久了？怎么会胸不起来？啊，对，卡妹跳应该很适合。我喜欢性感卢卡，真假的？认真？啊，梦之中跟拼图 48， 那两首我也很喜欢。下次找卡妹来带一把，哎，不能这样哦，大家。对，卡妹是学 rocking， 应该蛮适合。她个性也蛮适合的。不行啊，我是乖乖的姐姐，不行。但是要凶起来我也可以，只是真的要演出来才会有。这次独自都很性感。可爱性感都喜欢，真的吗？真的吗？认真。如果下一半日直播间，今天辛苦了，拜拜，辛苦了。你是会动的姐姐，什么怪怪的姐姐？不要这样讲。好，全部都喜欢，好哦，那就好。叮叮叮。想被卢卡熊，卢卡ちゃんの声初めてちゃんと見た。そうだよね、多分。全体通しで見たの。初めてだよね、多分ね。よかった、嬉しい。我喜欢 Beat 48，听完之后我已经想赶紧弹出来。卢卡应该算可爱跟性感都有的。我有性感吗？谢谢卢卡送我真心告白。我个性一点都不性感，对啊，所以我跳舞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跳这样看起来像性感吗？我自己有在那个研究。卢卡的大姐姐的性感跟小女生的可爱有吗？卢卡不懂自己的性感，我觉得我是蛮像小孩子的那种。全体的に良かった。そして次回が楽しみ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ありがとう。頑張ります。之前不是有被叫性感担当吗？谁说的？忘记了。有性感独自这种表情，其实有性感的味道哦。那就好，太棒了。对，我们之前被老师说，表情这个跳那独自做的时候，表情一定要性感一点，不能看起来发呆。
那你喜欢被说性感吗？喜欢是喜欢，可是有点吓到的那种，真的吗？的那种感觉，一半是怀疑。你的读接受的时候是都绕了很大圈，是吗？那你现在可以示范一下性感的表情哦，可能要听音乐。陆凯怀疑我吗？没有。那你喜欢被叫小孩子吗？不喜欢，不喜欢。但是，一半是承认的。对啊，我就看起来比较像小孩子。对，音乐放出来才有。毒蜘蛛，我找一下哦。为什么都找不到？哦，这个好。之前 IG 放的那张蛮性感的。这个服装有点不适合，谢谢谢谢，有吗有吗？我会加油的。特特特特特，性感的我更能性感，要如何跳可以有那种性感的感觉？好难哦，好难。難しいね。我觉得你侧面的样子最性感，侧面，对吗？我跟杰信前辈一起唱歌的时候，你不是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但我不知道哎，你我自己觉得认为的性感跟男生认为的性感一定不一样嘛，因为有缺陷哦。毒蜘蛛衣服真的很香，是因为看到肩膀的关系吗？认知有，一定有啊。他只是想看鼻子，不要相信他。每个人对性感的定义都不同吗？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可能就真的不一样。不过男生买单就好。谢谢上一首车车你，男生认为的性感，我先去找一下猫头猪老师的哦。谢谢上一的车车，哎，不是车车你，猫头猪老师我也觉得很性感，就是他的动作吗？动作就是
对，他的动作，舞蹈动作就是很柔，然后就是很有女人味的那种感觉。好难哦。我要念关键版喽，大家。下礼拜二见，应该是下礼拜二吧？对。如果牛的很棒，谢谢。牛牛牛牛来牛来牛去，谢谢怪人送我带我走。六卡直播辛苦了，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总之，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六卡不要勉强自己。好哦，男生身材好，脸好等于性感，了解。所以独自住，我应该不是要练舞蹈，我应该是要练身材吗？好啦好啦，表情啦，表情应该蛮重要的。九蛋出去了，走，你休息，我担心你。都算员工奖是吧？那个，我看一下哦。得到结论，身材，可恶！钱难生，冠于邻国，崇盛。德全清，OK。何かこっちが照れる表情してるメンバーがいたの。あ、そうなの。すごい、マジモード。我才没那么肤浅，身材线条什么的最棒了。身材怎么25岁以前我还能来得及那个？我已经25嘞，来得及吗？25岁以前还来得及呀、哦？我还来得及吗？我也不知道哎。怎么完了？这个对，要练身材应该不能快看韩团，快来不及，来得及吗？哦，我刚你们说那个青木瓜那个哦，那只是补铁而已，那跟喝那个不会长奶，那不会，而且那个也蛮贵的。你试过了吗？什么试过了？就是那个，就是你。月经之后喝那个就会用，就是可以补血吗？还是补铁？有点忘记了。可是我觉得，我喝了那个，好像胸部也没有变大啊。什么？卢卡有人就对对对对，补充铁质而已，那个又不是。那个只是补充铁质的东西，所以呢，不是，不是身材会变好的东西，懂吗？对，补身体，对，没错，没错，没错。大家留言不要太超过哦，我会生气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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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重生，德全清云，对，大家不要太相信广告讲的话。虽然广告都是播成那样，可是呢，实际上没有那样的效果。OK，噔噔，
的第十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九名是德璇，谢谢德璇。第八名是长胜，谢谢长胜。第七名是林国，谢谢林国。第六名是冠宇，谢谢冠宇。第五名是陈南生，谢谢陈南生。第四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三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二名是酷家，谢谢酷家。第一名是帅爷，谢谢，ありがとう。我应该把没有念错吼，谢谢你们，今天辛苦了。好，お疲れ様です。谢谢大家。对，然后我问冠宇，你的这个，你这边的带是什么颜色的？我看照片有点看不出来，因为听说对你们来说红色跟咖啡色差很多。我在想说你看你照片看起来像红色，也看起来像咖啡色，所以先问你一下。对，对，其他人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白色而已哦，真假的？那你的照片好像对那个有颜色的，好，那没关系。谢谢，谢谢。哎，我还以为黑带是最高的，可是后来发现不是，柔道的话不是，柔道好像是红色是最，红色好像是最高，然后再来是。红白，然后再来是黑，然后再来是咖啡，然后再来是白色的样子。对，我不知道空手跟柔道不一样啊。对，空手的话好像是黑色最高。我有查，我还特别查了，想说它的这个颜色我应该要画什么颜色。对对，哎，红白色相间最高哦，所以不是红色最高，我忘记了。我记得是红有红色的就是很高的，对对对，你帮他升级也是可以的，对，所以台湾也是这样，对，空手跟柔道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对，对，好像是耶，直接画最高的，表示最高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好哦，大家辛苦了。那我今天会早点休息，你们要早点休息哦。全球跟日本都一样，再见。柔道最高时段不是红带，对，我也记得是红带，还是我等等再查一下。有可能是红色，也有可能是红白，但我记得红白跟红都有。对，然后最后为什么会穿最高的去找你感动哭？哇，你升级这么快乐！对，应该是红色吧。我自己查是红色，但我不确定。对，泰拳是粉红色裤子是最高级。所以我穿的那件就是最高级的咯。嗯，九十段是红哦，那我们应该没记错。OK， 那就好。从白色开始，每次握手会都升级了。对啊，这样就可以看到他的，看到他就是努力的样子。我绑红色是因为分两边，一边白色，另一方白红色的。哦，而且要穿泰拳裤呀，我知道他一定讲的不一样。对，冠宇的成长是，如果泰拳，最高级，应该是吧，应该是啊。喝到八月十三的饮料会怎么？什么意思？前天的饮料。怎么了？对，来看你们的成长，加油加油！如果大家也有做
柔道啊、空手啊什么的，可以告诉我你们的成长。以后为什么会要小弟？是我要小心吧，还是你们要小心？因为泰拳规的阶段是越穿越烦吗？知道耶，不知道。现在最高级才能参加卢卡握手会，跟大魔王卢卡对打。体重的成长要告诉卢卡吗？那个我一定看得出来。我小时候学过空手道而已，很难吗？我对空手道的印象就是，哈，柏林前辈学的是空手道吗？还是柔道？好像是空手道吗？还是泰拳道？啊嘞？成长只停留在幼稚园白带。我也是白带，放心。空手道还好不会很难，泰拳道是用脚为主吧。第三首跟你们有只是空手道的部分，哪里？你说这里吗？哦，它是泰拳道哦，了解。体上的成长，拜托下次握手会看得出来，也不要说好的。最高黑带，那我去。好啦，大家辛苦了，我真的要关播，拜拜。晚安，各位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